Hello， 大家好，我是 Heidi， 今天就想跟大家讲一支秋冬的粉底啦，就会是最近新出的 Charlotte Tilbury Airbrush Flawless Foundation 啦。咁一阵间咧，我就会素颜出场啦，俾大家睇下佢嘅上妆效果啦。不过喺我素颜之前咧，俾大家欣赏一下佢嘅美貌先嘅，因为 Charlotte Tilbury 嘅粉底咧，或者佢啲化妆品啦，其实全部都系好靓噶。我对于玫瑰金咧系有情意结嘅，咁所以网上边一见到有得卖咧，我已经系冲咗过去买咯，完全冇去 counter 嗰度试色啦。跟住之后系上网睇啲 swatch 啊，研究一下嗰啲颜色 ，feel 下啱唔啱自己咧，我就急不及待入手咗。希望可以带到比较快嘅资讯大家嘅。咁如果你有兴趣睇我嘅 review 嘅话咧，就开始啦。我自己咧就系喺 Savages.com 嗰度买啦，就280蚊。香港如果喺专柜度买咧，就应该系400蚊嘅。我买嘅色号咧就会系6号色 Neutral 啦。咁唔知道系因为呢个粉底个色号有改变啦，定系我真系白咗？因为以前我买开佢哋嘅粉底咧，都系要用7号色嘅。咁所以我都系觉得大家去专柜嗰度试一试色会比较好啲。接出嚟俾大家望下先。你見到佢嘅質地咧，唔會話非常之流質，或者係極度太結，完全唔流落嚟嘅。推嘅話咧，延伸性我覺得係可以嘅，唔算話超級勁，但係又唔會話延伸唔到咯。俾大家睇下近鏡，我嘅膚質咧，其實都係黑眼圈比較強勁啦，佢唔會遮到噶啦，但我想俾大家睇下佢個遮瑕力啦。然後咧，我就冇乜话毛孔啊，或者系啲乜嘢瑕疵印要遮噶啦。鼻头呢一个应该都遮唔到嘅暗疮印，用翻一个湿咗嘅美妆蛋咧去印翻开佢。你会见到咧，其实我自己呢个上妆方法咧，我系特登试俾大家睇噶，佢系劲快干啦，咁所以咧系唔可以好似我咁样全面点点点嘅。我自己平时嘅方法咧就系揩一下。印開佢先，再揩另外一下，咁就唔好用翻我頭先嘅方法，係好難推噶。嗱，你會見到咧個黑眼圈係遮唔曬，我試下咁樣冚多層，遮唔遮到先？好啦，咁而家呢一個咧就會係塊面上咗一層粉底啦，然後眼底再上多少少嘅效果啦。近鏡俾大家望下佢嘅效果啦，佢唔算話有光澤，但係未至於去到死 match 完全霧面嗰種嘅。咁遮瑕力方面咧，其實我覺得佢算中上啦。如果你話紅印啊、微絲血管啊，或者一啲膚色唔均勻，或者啲好淡嘅斑咧，佢係可以遮到嘅。咁鼻頭呢度頭先好深好深嘅暗瘡印咧，加多咗少少多一層嘅話咧，都已經遮咗70%左右噶啦。好啦，咁我而家去化翻曬成個妝先，跟住再翻嚟同大家講下我嘅詳細用後感啦。咁我咧就是两个礼拜前买啦，跟住上个星期一就收到呢支粉底，咁我就成个礼拜咧都是用呢支粉底嘅。咁我用佢嘅方法咧就会系喺唔同时候上妆啦，跟住之后用唔同嘅工具去上妆啦，跟住之后亦都系持妆唔同嘅时间咧去睇下佢嘅效果如何嘅。咁我自己咧都几中意 Charlotte Tilbury 嘅粉底嘅，无论系 Magic Foundation 啦，或者系 Light Wonder 咧，我都系有嘅。咁啱呢一支嘅 Airbrush Flawless Foundation 咧，就会系佢嘅妆效啊，所有功能性能咧都系喺两者中间，咁所以咧我都算话系拥有咗一个几完美嘅 collection 噶啦。咁首先咧，我哋讲佢上妆嘅效果啦，同头先上妆讲嘅时候一样，佢系一支好快好快就 set 好咗嘅粉底，咁所以咧唔好好似啱啱咁点晒成块面慢慢推，记得你用几多推几多。然后咧上到块面之后，你见到而家呢个光泽，当然啦，我系有 highlight 啦，我哋留意下边呢一度啦，依然唔系死 matte 嘅，佢可以做到一个妆效咧，就系你个皮肤
好似本身都好靚，佢個遮瑕度咧算係中上，但係唔足以遮曬所有毛孔，唔會 blur 毛孔啦，跟住唔會好假啦，好有粉感嗰一種嚟嘅。佢望落去好似你皮膚真實皮膚咁樣，但係咧個質感啊、細滑程度啊、撫平紋理嘅功效咧，其實係唔錯嘅。兼且咧，無論我用咗多過8個鐘都好啦，佢係唔會有氧化嘅程度。你而家見到係咩色咧？你過咗8個鐘、10個鐘之後咧，都一樣係咁樣嘅色嘅。咁但係咧，我都係有少少 comment 喺呢一支粉底嗰度嘅，因為咧佢嘅妝效咧要喺好窄嘅範圍之內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好靚嘅效果。要有幾窄呢？就是你的皮膚本身不可以太油。我相信如果你是油肌的話，用它你會覺得很焗燥，在很熱的情況底下，或者現在這些天氣還是未夠適合。但是呢它又不是一個保濕的粉底，你看到它 set 得那麼快，然後那個 mat 又不會說很水亂、很流質的話，你已經 feel 到它不是一個保濕型粉底。所以呢，如果去到一個冬天很乾，然後或者你皮膚真的超級乾的話，又不是說很適合的。因為究竟它什麼時候才適合呢？就是中性皮膚啦，然後天氣又不會話太熱太焗，又比較清涼清爽的時候，或者有冷氣啦，大家翻 office 的時候咧，呢支粉底咧就非常之好用啦。好啦，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咗 Charlotte Tilbury 嘅 Average Flawless Foundation 嘅一個 review 啦。咁我知道大家咧呢排都開始心喐喐，好想買秋冬粉底噶啦。咁所以我自己都入手咗 Make Up Forever 嗰支啦，然後開架嘅代表咧就買咗 Camic 嘅粉底條嘅。咁希望我都盡快可以拍到 review 俾大家睇啦。咁如果你哋有啲咩粉底想我試嘅話咧，都可以下面留言啦，如果我有兴趣的话呢，我都会去买来试的。是啦，咁希望大家鍾意呢一类型的 review 啦。如果鍾意条片嘅话，记得畀个 like 和 subscribe 我 channel， 我每个礼拜都会 upload 两集新片，逢星期六晏3点同星期日晏12点。是啦，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拜拜。好啦，咁我而家就係上咗底妝大約5至6個鐘頭左右啦。咁我中間又煮咗飯啦，啱落去放咗粗髮啦，跟住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啦。咁就俾大家望下個粉底嘅持妝效果啦。你會見到咧，嗱呢個位啲遮瑕冇曬啦，其實個暗瘡印就出翻曬嚟，但係唔會甩到咧，即係起曬格啊、黐曬皮咁樣冇嘅。咁跟住塊面呢度個情況都好完整下嘅，我覺得你見到毛孔嗰啲位咧都唔會話浮曬出嚟啊，嘴角都唔會話裂嘅。咁下面呢度凹咗啲啦，咁但係望落去都係一個好工整嘅底妝嚟嘅。你會見到佢係有呢啲油光啊，咁但係因為我今日出油嘅情況都唔算嚴重，咁所以就唔會話零立立嗰種啦。咁整體就係咁樣啦，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